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当他们拿骨灰三具骨灰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北京慈济人已经在那边接他们接机，然后这一次北京慈济人也陪伴过来。我们了解这样的伤痛要经过一段时间，所以爱的接力从台湾开始，然后再回到北京。殡仪馆灵堂简单庄严，慈济志工深深符号祝念，希望能让亡者灵安，生者也心安。而家属在下午大约4:30会抵达花莲处理后事，志工爱的陪伴也将从台湾到北京一路不间断。